时，以后咱要唱372首祝上帝诞生。先感谢啊，当番牧师啊带来予咱的信息吼，予咱个较了解吼，主宗教中间啊，甲啊基督教中间有啥物款的差别啊？虽然拢咧追求永远的生命，啊，总是有真大的差别，无共款吼。啊，拄只介绍的两位老介基兄弟吼，你家己自我介绍一下好无？有啥物人带你来，还是你？这大平安，会会的，啊，都因无聚会，啊，是讲昨昏较晚下班，今日困较晚，啊，想讲下晡唔来倒聚会，上网要做这个所在，真来看。谢谢。好来，来，好，丹博士，好，时时欢迎，好，欢迎，嘿，欢迎阿德登来参加咱的聚会，好，啊，好，搁一边欢迎，好，所有好朋友，好，啊，咱的兄弟姊妹，阿德登来伫上帝的教会，好，啊，伫这个所在虽然离亚外，好，啊，总是大概台湾上水的教会伫遮啦，好，好，免冷气，好，啊，真自然，好。真自然吼，大家把头看迄张，迄张叫啥物树？迄啰林木树，叫做柳树是吧？柳树。哦，柳树啦吼，哦，迄张顶礼拜来还袂开吼，这礼拜来知影过偌只狗啊吼，哦，柳树啦吼，哦，开到足水，爱用台湾话讲叫有正啦吼，嘿，袂使用北京话吼 ，Mandarin 吼，哦，迄张叫做柳树吼，柳树非常的水吼。非常的水啊！这边的花嘛已经哦开到咱就知影够啊，这狗啊吼，生命，干那够啊，这是开到上旺哦！哇塞，是咱林牧师拢在注意吼、哦。好，今仔日呢，咱礼拜三吼，每一个人有当摕一粒红诶，这不是红卵啦，吼，较早用红的吼，爱念的吼，啊红的讲诶，迄个化学药品卡，无像我用包的尔啦吼。啊，咱啊，多谢多谢。迄、那个陈秀甲咱准备的吼，陈秀就甲咱准备，搁话一个卵吼，啊，上帝生命会再生啦吼。
生命的歌话啊。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特别吼，伫咱的祈祷中间啊，为着马叔安兄弟的身体的复原吼，啊，伊即马做化疗了后啊，身躯非常的衰弱吼，所以咱特别啊，为着伊的身躯啊，为着伊的家庭，为着伊的家庭来祷啊。恁着教授呢啊，过来即礼拜拜五特别都等于加拿大吼。啊，咱通常咧旅行，咱拢无讲安怎吼。伊今年86岁吼，爱坐15点钟啦。哦，我本来我都强到要昏去啊吼。啊，一路等于到加拿大的所在吼，啊，实在是为着台湾继续咧打拼。啊，伊甲我讲，伊10月要阁回来吼，10月要阁回来，啊，实在是足无简单吼。啊，心伫台湾吼，啊，总是啊，因为。Sophie 就是伊个骄傲吼，伫加拿大，所以嘛是要等于尽做翁婿责任吼，照顾家庭吼。啊，咱望特别为着伊大岛啊，伊限定啊。但老因教授嘛已经等于加拿大吼，嘛已经等于吼，即拢来来去去，啊，总是心伫台湾吼。但为着因来大岛啊，特别黄丽娥啊，就是咱的啊，参与牧师的查某囝啊，伊个代表啊，咱的总会。前往印尼参加亚洲基督教协会普世青年大会行程，大会行程哦。那为着行程，虽然一礼拜过年，啊，总底下伊是唯一台湾的代表，哦，台湾唯一的代表，为国家拢两三个吼，啊，伊家己一个人去安尼吼，啊，不但咧，伊还去带小组做小组长吼，真无简单啦吼。啊，上帝特别啊，通过啊青年人啊来参与伫普世的行列，啊，为着台湾的。其实长老教会啊来代表吼，咱为着伊祈祷。啊，后礼拜呢有一个较特别的这个代志，就是第二晚年呢啊，要召开再度法人法的草案哦，这个公听会。我是毋是请洪牧师简单来说明哦，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，这个草案对咱长老教会什么款的影响吼？有两个国度，一个国度叫做上帝的国度，一个国度叫做世间的国度。啊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马加国医生啊开始伫台湾的宣教，以及后来马加医生伫北部的宣教，安尼合作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是1951年。1949年，这个蒋介石逃亡来到台湾，啊，伊是流亡的政权，这个英语叫做 exile， 啊，在台湾，所以是流亡来到台湾的政权。但是呢，伊有用这个法律来管制台湾的这些组织，所以特别就是用法令，用伊的这个。所谓的政权，我较唔是咧讲政府啦，是讲政权。这个政权啊，伊来管制台湾。这个政权伊用的这个法令，和咱的教会有无共款？咱的教会就是讲，咱的教会就讲地国中牧师啊，伊进前一只代表中会派人来主持伊的竞选，啊伊。阿未主持竞选，伊已经伫遮，伊是开拓的牧师，阿嘛是咱的第一任的牧师。但是照教会规矩，就是讲爱有迄个手续，安尼这个叫教会的规矩。但是这个政权内面有这个政权的规矩，就是讲，伊认为讲，这个财团法人，咱是属一个法人，啊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唔是财团法人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这个组织是咧讲咱的财产，啊，咱也阁有咧宣告这个财团法人，这个宣告期一过啊，这个宣告期一过，啊，基金会也袂签啊，跳江。
早拢听有啦，啊，即摆有卖股票拢会听。不是啦，哦，这是我最近有回去台南市人伊二月的时吼，啊，讲到的时讲要用卖股，啊，我会记我读市人伊的时拢唔免卖股，拢听有，啊，即摆若无卖股煞听无，啊，当然咱这是一个习惯啦，惯习的问题。对我来讲，个财团法人，财团法人，这个建权公，这个财团法人所有的这个财产加伊的管制，是属当事的，不是属咱的。所以，什么人做当事呢？伊就是头家啦。啊，但是咱的教会是讲，这当事是要经过中会推荐。推荐啊，然后总会用一个名词叫做传行。这个传行就是甲伊任命啦，予伊这个职分，唔是这个中会推荐来，伊就已经是啊，唔也唔是，还佫当年这个后礼拜，咱就开一个总会，要伫中路，这个570个这个议员，哦，佫加44个安尼，614个，这个人共同来决定。拢审查审查四日的审查拢接纳了后，安尼才予伊有机会去哩做董事。所以伊是代表咱授权予伊，伊代表咱安尼来进行。所以这几年来，一直咱有拄到一挂这个政权内面的法令，甲咱的教会的信用体制无同的所在。啊，但是呢，伊用政权在甲咱管理。所以变作讲，伊用法院来甲咱判决，法院是用政权的法令，唔是用咱教会的法。所以咱不定义，咱得爱搁再符合这个部分。啊，咱是期待讲，这个政权的法令甲咱的教会的法令一体化。啊，一体化，但是爱明记，即个当时就是教会授权了，伊是受托的，伊。唔是讲伊摕一亿出来，下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再来做一个董事，唔是安尼。一般的社会是用伊有摕钱出来创立，安尼伊做董事。所以，但是咱的教会唔是，教会唔是安尼。教会是信仰的团体，唔是用安尼，是受托者。啊，所以这个后礼拜特别，立法院特别这个新这个法。啊，真感谢咱的牧师，地国中牧师，啊，伊特别甲我通知，啊，伊甲我通知讲，咱的教会爱派人去遐表达咱的意见，啊，而且呢，敢若会使派一位去表达意见，袂使派三位，本来要派三位，伊讲袂使，敢若会使一位尔，安尼，啊，一位，互咱知影，伊敢若邀请台湾基督教的教会。其他的教派、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基督教会，拢总无邀请，跟他邀请台湾基督教教会。所以咱的代表去，就真重要。底下表达的意见，代表所有的基督教会安尼。啊，所以即马讲，这个财团法人法，这个财团法人，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，袂使统一，咱无爱统一。咱要台湾独立，咱要独立的法，就是讲，咱的教会的法，爱予咱有咱的特别的这个法就对了。但是伊嘛无允准咱有特别法，就是讲，这个法爱顾虑到这个教会团体的这款的制度，的这款的法。所以后礼拜啊，请咱三天祈祷，对，明仔载不是后礼拜，是这礼拜的拜一。那都是阿伯吼，是这礼拜无唔对，因为今仔是第一日，啊，礼拜一是第二日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是主日，唔是安息日，唔是叫做安息日，安息日是拜六，啊，这个主日是第一日，哦，所以那是主日礼拜，哦，主，所以安尼，咱就是明仔载，吼，好的，等一下。
啊，牧师的声有听到无？有、嗯。有、嗯。迄、這个，咱去年方面的这个证明已经出来吼，这个证明，所以咱啊有方面的人，啊特别的，你爱这個证明会当做退，会当退税，哦，就是咱的所得税会当扣税吼，扣缴了吼，扣缴所得税吼，啊，甲咱礼拜刷。啊，用着张罗来退吼，用着来退。啊，咱的教会其实咱的财务足清楚的啦，吼、哦，非常清楚。甲一般的迄落啊，明仔载来参加啊，当然其他的佛教会、其他的这个宗教啊，总是咱的教会有咱啊特别的服务吼。OK， 咱的今礼拜的方面报告，咱来看啊，去过一页吼。这礼拜方面5100块，各银行的六名啊，总共10000块。归单四人一方面有一名啊，江西方面这礼拜是美术节，这礼拜哦是毕小姐啊，下礼拜是美惠节吼、哦。啊，咱今仔特别呢，咱无输脑来讲到，拢会甲咱，拢会。喂。虽然有电无差的，我那未通哦。OK， 咱啊，多谢丹博士吼，不但带来咱的啊小林的灵牛吼，伊拢甲咱扎点心来吼，啊，再好咱做歹事哦，特别啊，各话这个巧克力吼，哦，各话这个巧克力啊，都有其他吼啊，那么感谢耀旭吼，甲咱准备金蕉吼，那金蕉拢是。台湾本土的拢是啊，正山椒啊，吼，正山椒啊，吼，啊，咱真心感谢因大家啊，较等啊，留咧这个所在啊，做伙来分享吼，以上的报告。咱要来用献诗424，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，请咱站起来吟。临时后要请丹牧师祝福。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，甲恁记得，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衰。阿弥。Thank you.
Yeah.